阅读量决定一个人的思维广度，阅读力决定一个人的思维深度。有质且有量的阅读是让一个人出类拔萃的关键，但是现代人生活繁忙，要做到质量阅读谈何容易。大大读书是您成长的加速器，一本书十八分钟，利用碎片时间学习，不知不觉超越竞争对手，并且名师导读，一本书就是一堂好课。十二位专家包含企业讲师、作家、创业家、资深媒体人、心理咨商师等等，给予您深度的说书课。讲师专业导读，加入自身经验跟观点，让知识更贴近生活。无论是在工作上卡关、职场升迁，用知识横行无数挑战，为你的人生路途上点一盏灯。博览群书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畅销书，每周上架新书，时代脉动及时掌握，阅读有了更多种的形式。不管你是用声音阅读、影像阅读，无论是在通勤、化妆、睡前，这些细琐的时间都将成为您进步的关键。十八分钟说书，浓缩精华，重点节目，深入浅出，170家知名企业指名课，订阅者遍布全台，更是超过15000名的订阅者支持。质量阅读，提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，我们希望让全台300万人都养成阅读的好习惯。只要18分钟，听好书，上好课，一本书不到3块钱，一天不到5块钱，只要省一顿大餐的钱，就能换一年的爆发性成长。大大读书，超质量阅读，你的成长加速起伏。